大家好，我是彼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 NFT 的每个人陪你赚钱，带大家看市场上几个新的项目啊。这些项目有些刚出来，有些出来一阵子，那大部分的项目，大部分还没有关注到。我们来看看这些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开始吧。首先，其他来我推的推的重要，来推的就在 Discord 在 YouTube， 大家知道这个都是重要的。我们 YouTube 这边都是个人意见，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顾问，做好自己研究，控制好风险。然后第一个，大家来看这个叫做 Citizen of Dajigen 这个项目，其实出来一阵子，它现在有92,000多人了。你看它这个就有点像是这种东洋风格，但它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是它本身后面现在是做一个多次元的。你看 Disco closing in less than 24 hours， 它这个地方赶快大家有进来加它 Discord 啊，它这个 Discord 这过一阵等下就关了。哎，你看它现在这个所谓不像是完全东洋风哦，在这个地方你看4月26号这边它有一些 raffle spots。大家有机会还是可以进来拿白名单的、啊，我觉得这个项目哎蛮有趣的。这个项目在目前为止这边已经有90,000多人啊，其实有点人气哦。这个最早如果没记错，我最早好像有跟大家讲过，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它的90,000多人的话，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再关注一下他们这个项目啊。第二个要跟大家讲一个项目叫做 Crypto Max，Crypto Max 这是一个 Studio， 他们本身做一个3333个的一个 Mint， 它其实后面是个游戏啊，是 Mobile 一个 Game。那如果你看到 mobile game， 如果你看这边 crypto math， 你点进去，你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mobile 的游戏啊，它这其实是在一个手机上玩的、啊、free to play P2P mobile game。你看这边 Discord， 但是 lock up， 大家可以看它的 white paper。如果看这里面的人，第一 chapter one genesis， 你看一共有多少只，一共有不同的机器人，不同的小人啊，小人跟小人之间可以打架、啊。你看，哎，这边是好几只不一样的小，一只戴眼镜的砖头的，三只。哦，三只，目前算是三只。你看这边的 Smart Map 有什么？3333只。那 Open World MVP， 然后再来是 First Game Move Trailer。你看，大家如果看这个地方 ，Welcome to the Crypto Mass， 它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只小怪物可以跟你打架、啊。你看 The Monster, the Bosses and the Mass， 这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过关，然后可以这里面等于是有一个迷宫啊。那DAO and Revenue， 他就讲到DAO，它其实后面是一个DAO的模式存在，是一个游戏跟DAO游戏的模式存在。那第一个话，这边是 Chapter 1 Genesis， Chapter 2带来它有 Second Wave。第一个它是发3333只，再来它才会发 Second Wave， 它有 Third Wave， 它就会发两三波、哦。第四、第五、第六，它已经有6波，已经讲好了。这边 Co-Contributor， 第一个 Co-Founder Natty， 哦，这个全部通都是 Docs 的，你看，这全部都是 Docs 的、啊，你看这几个全部都真人呢、欸。你看这所有的 co-founder 都真人 ，Who we are？ 哦、oh, ，你看 making games on mobile in early， 这个原本他是做游戏的，这是做游戏出身的。你看这个 Sweden 瑞典，那这个呢？Bulgaria 保加利亚瑞典，甚至 Bulgaria 保加利亚，哎，这几个项目，这个项目团队蛮有趣的啊，是在北欧跟在这个欧洲。再来跟大家讲，这个项目叫做 Zoomers High School。这个项目是非常新的项目，但是已经有11,100人 follow。你看 ，Zoomers inspired by new friends， I can't get MT， let's see the high school they will be wanted。它等于是一个高中生啊，在高 high school 的高中生，其实没有东西，就一张图片而已。4月24号出来一张图片而已，现在已经11,000多人了。你看这边有很多人，蛮多人 follow 的哦，蛮多人 follow 的哦，很有趣哦，这个项目蛮有趣的。再来跟大家讲这个 The Zero， 你看 The Safe Haven of the Following Loving Always Carrying the Secretly Miserable， 那 Story 2,222，那这也是一个小的项目啊，你看才2,222个，但后面很多做 BD 跟谁跟很多不同人做，你看在四月这边讲一个 Article Zero， 他出了第一个文章，第二他这边跟谁，你看他这个跟 Zero X 跟 Yogi 合作啊。Zero 它本身这边的画风其实还蛮有趣的，你看是画这一个可爱的画风，它这边推出了 Discord 23号，哎，看这边20号，它这个才出来其实也没有太久哦，这个项目出来也不久的，但是你看它目前为止已经将近10,000人了，这项目也蛮有趣的、哦、大家可以来 follow 一下啊。再来带大家看这个叫做 Mooka Moonco 是干嘛的？哎 ，Moonco A，Moonco 的 IO，
我们来看一下 Munko 的答案。Munko NFT 是干什么的？就 All Munkos, All Munkos are unique. 哦，这是一个很像艺术的东西。When the mini window open, Munko NFT。我们来看一下它网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哇，就是这一只啊，就是 Discord， 这一只小小的小怪兽一样，这里有好像胡子，这边可以进它 Discord。如果你不是进 Discord 这个 Munko 的话，你看它本身推的里面。哎，这个小 video 也有6000多人看过了。哎，这些东西在那边跑。哎，这是鲸鱼一样 ，Munko 是鲸鱼的吗 ？Munko 是鲸鱼还吗？好像是哎。哎，搞半天这是鲸鱼，就是 Munko 啊。哇，你看哇，海星在这个他们的脸上爬。OK，OK， 所以它是等于是一个漫画，其实就是这一只啊。这个 artist 蛮有趣的哦，这个 artist 不知道是住在哪里耶。哎，这个项目是非常有趣啊！你看这个这边全部都是鲸鱼，鲸鱼四只脚的鲸鱼在那边跑。哎，这个项目蛮有趣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关注。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项目叫做 Landis， 你看就是这种大眼睛，之前跟大家讲过类似这种大眼睛，像对于 Landis 有点像这种大眼睛的项目。No roadmap, no promise, just surprise。这个333啊，这是一个有一点搞笑的项目，目前为止才2000多人 follow 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 follow 啊。Free mint 333个，那是一个即将就要发售啊。好，在大家市场上看一些新的项目，这些项目在市场上有些已经发出来一阵子，有些在市场上大部分还没有受到关注，请大家赶快来关注他们啊。如果觉得我是你，大家加入关注，推了加入 Discord， 订阅订阅订阅，投完投完，把赞点完点完，点爆点爆点完点完，谢谢大家，Cheers， 拜拜。